要去 Sky Jump 啦，好冻，好惊，走。好后悔啊！太好玩了耶！啊，终于搞掂 Sky Jump 啦！咁我覺得咧，其實 Sky Jump 一啲都唔驚嘅，佢一個竅門㗎，即係你跳嗰一刻咧，第一步跨出去嗰一刻，係唔好望下低，望前方，對住你嘅 GoPro 講嘢。咁喺過程當中，只要你踏出第一步咧，其實就係後邊嗰幾步就會好順利嘅。有个好兴奋嘅任务，就系呢个八字摩天轮啦 ！Studio City 最出名嘅呢个地方，点可以唔嚟呢？未错过八字摩天轮系咪啊？八字摩天轮张飞就喺我手上啦，咁转一圈咧系要大概12分钟嘅，一个格可以坐10个人噶。喺八字摩天轮观赏澳门嘅景色系咩感觉？不用说，透过画面你已经看到了。只不过如果你喜欢夜晚的景色的话，话你知啦，八字摩天轮就真是最好的选择了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喜欢看 show 的话，新濠影汇酒店里面还有好几场大 show 等着你的。魔幻间梗是看魔术表演啦，不过听说里面是不可以拍东西的。不过无所谓，我跟他们谈下，如果拿到畫面就給你們看囉。這個魔幻間的魔術表演跟一般是有很大分別的，首先呢就有一位魔術師為你做近距離的表演，熱下身先，跟住下來就會有3場不同的魔術表演，是3個不同的廳進行的。除了魔術大匯演之外， 4D 飛行體驗就真的飞到我腾腾震啊。澳门百老汇汇聚超过40间本地以及亚洲的食馆，每一间餐馆都有不可代替的独特卖点的。品尝地道美食之余，你亦都可以将澳门独有的手信以及特色小食带回屋企的。每逢特别的节日，这里还会有精彩的街头表演，为你带来原汁原味的传统热闹气氛。